即刻就惊，做甚物？道光皇帝伫咧圣旨顶头无可能讲清楚，因为历史以来讲的是有道的明君，拢是着自以为高深莫测。但是陈化成却是心如明镜，最近啊，疑人贩毒愈来愈厉害啊，甚至敢犯天下之大不韪，公然出动军舰。任何无从招数毒品鸦片，清廷是愈禁愈未停止。道光皇帝真着急，陈化成甲陈祖禄上山话，海洋皇帝协同作战节，一定听到，引起了道光皇帝高度重视。小看想看卖，如果那是要废除这历朝追溯。孙杨的旧制度，啊，建立各地这个海防水师协同孙杨的新体制，好，迄当然必须着这个皇帝亲自出面，召集调动所有的皇宫大臣以及各省的水师主帅共同协商，才会妥当，最后才由皇上定夺选址。